坤坤的舞台非常的厉害，他是把我深深吸引的，是想要看他的舞台，特别帅那时候。对，现在的话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改变，但是可以可爱，可以帅气，我觉得是他厉害的地方。挺潮的，觉得，然后觉得挺新鲜的，他国小哥哥的感觉。对，然后结果就挺帅的。私底下很搞笑的一个人，那舞台上面虽然是很性感啊，很帅的一个人，但他私底下其实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一个人。对，他可以当 C 位，就让我有这个想法，所以我后来把票投给了他。然后我觉得他的舞台表现力，不管是以前现在都一直不断的在进步，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一点。哇，还蛮帅的，就很性感。然后就是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就是性感的感觉嘛，我觉得他哇挺帅。然后之后就是 PPAP 的时候嘛，他就一直说自己可爱不了，明明平时私底下有很多很可爱的时候，好吗？印象就是很酷，然后表现力很强，那性格也是，就是也有一些小闷骚，然后一些气儿嗖嗖的，皮起来也是挺皮的。觉得他各方面都很优秀。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气场很大，然后特别难接近的感觉。后来会发现他很细心，然后很照顾人。其实他就是一个台上台下也是两个人形象的一个人，就是他台下其实私底下就其实跟我们大家都是属于那种很友好。就是不能躺他的床，对，因为他比较容易过敏。坤的习惯是，坤最近迷恋上了 freestyle， 他无论走哪里都要跟我讲，跟我来说下次请我们来 freestyle。就会有他的音乐，然后包括他喜欢哼唱的一些歌。最近他发，可能在创作关系，所以最近一直不断的在唱一些我从来没听过的歌。对，我觉得还蛮酷的，就是发现最近他，因为他平常是不太讲话的，他讲话的时候都可能在唱歌。蔡徐坤在看电影的时候话很多。第二次我们俩去看电影，看中间的时候我睡着了，他一直在戳我，然后要跟我聊天讲剧情，影响到处跑。对，他去哪儿都喜欢带着音响，然后就放歌。然后平时比如说化妆什么的，也会逗我们开心啊，讲一些好玩的梗什么的。吃的东西真的食量就是什么的，真的挺多的，挺大的，你知道吗？每次很多，会吃很多东西，然后也会对美食什么的比较有讲究。他比较怕冷，有时候我已经热得要死，然后坤坤就觉得冷，然后把空调关了，我就那么冷吗？帮我们监督上台前的一个队形也好，就是以前没有扣过队形的时候，没有扣过东西的时候，是他来带领我们，然后能够让九个人可以同时的吸收同时消化，然后让整个团队变得更好。坤这段时间很努力，然后也很拼，然后就是组织队内的事情也组织的就是蛮辛苦的，然后就也很感谢他，就是毕竟大队嘛，然后好吧。做特长队长的特质，主要是他比较有领导能力，对，还是比较，我们大家都还是比较听他的话，对。就是我们平时练舞的时候，他会带领我们一起。首先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称职的队长，他的年龄不是里面最大的，其实可是呢，他是可以让人家觉得说，可以听他的，我相信他的领导能力的那种人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是一个还蛮厉害的，我个人觉得是还蛮厉害的，很欣赏的一点。作为队长，我觉得他是会时时刻刻都为大家着想的一个人。很多时候其实他会跟我说，他会晚上的时候会自己想很多事情关于团队的，但他也不告诉大家，就自己默默的去为团队做一些事情。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责任，而且能把团队带领好的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人。他会带领整个节奏，就是我们在整个团体里面的时候，他会带领整个我们整个在舞台上的节奏，然后控制得非常好。希望坤坤之后发的歌哦，可以深受大家的喜欢，可以成功，因为他做每件事情非常的完美，要求完美。但我会希望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完美哦，做的这些所作所为的这些事情，可以得到应该有的这个回馈。他有分享他的作品给我听，然后从这个过程中，其实我觉得蔡徐坤是一个特别用心的人，然后就是歌曲，比如说有一些很小很小的东西，就根本听不到，他就觉得很重要，要去改，去翻过去要改。请大家一定要好好支持他的新作品，非常棒。我跟他说，坤坤的新歌就是很坤坤，就是你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就是坤坤本人，而且这一次是他全身自己
其实算是就是他的所有的心血的话在这种歌上面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听到的话你就懂我那种感觉。哒哒哒哒，坤 ，C C， 还有刚还有 P P A P 是吧？对，唱的就这样子。是这个吗？然后每次都会摆一个 E， 然后斜斜的这样。印象深刻的动作吗？爆发，谁能控制这些？升职过后呢，你的事业也可以越来越往上走，然后 next year 能够更好。生日开过得开开心心，然后新歌大卖，坤。生日快乐 ！K to the U to the N， Happy Birthday for my 坤！祝蔡徐坤20岁生日快乐！啊，蔡徐坤，坤，生日快乐 ！Good bro， 生日快乐！蔡徐坤生日快乐！20岁生日快乐！